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شخوي ان شيان دا جيجو اي تشي زان سون شوان غوي ان لا جون شي جي دا جون و ان لا زي كول ان زين جون شو اي بان غوي شين بيم و اي بي اي شان خوان زي جي شين يان دار كو خوا بين كان تامن شي دا جون داو دا و زين جون و نو في جو و يو ان لا 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不仁及其施者。安全和安定是安拉的赐给人类最大的恩惠之一。正如安拉所说，因为保护古莱生，因为藏东西和夏季的旅行中保护他们。 古教他们崇敬着天方的主物，他曾为饥荒而谨记他们，曾为恐怖而保佑他们。又说：难道我没有为他们而设立一个安全的禁地吗？各种的国师都翻涌到 禁地中来，那是从我养下的鸡羊，但他们打扮不知道。又说：难道他们没有知道吗？我曾以他们的城市为安宁的禁地，而他们其周的居民被人劫掠。难道他们确信 邪圣，而辜负安拉的恩惠吗？牧师说：“你们中是最早晨起来仰天平杆，平安、身体健康、又有当天的食物。这就等于他已经获得了人格世界毫无疑问安全。” 是一项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应该参与的社会工作。没有社会，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因为大家共有的生活，这全是一个人遭遇的问题，其他人也会遇到。我们敬爱的先生用细心猜的 比阐明了这一伟大的意义。他说：“执行安拉法度的人与触犯安拉法度的人，犹如一伙人同乘一辆船，他们抓阄约定一部分人入上层，另一部分入下层。住在下层的人 如果想取水，就得通过上层。他们嫌麻烦，说：“要是就在我们下面凿个洞，取水该多好！我不妨碍上面的人。如果上面的人任其所为，那么所有的人都会遭殃。” 如果他们假意做事，不但他们的得救，而且所有的人都会得救。失去安全有一些基本要素，其中包括：一、加强宗教教育，流行伊斯兰教会，能使人内心安宁，能在人与人之间 传播、亲爱、热情，并使社会安定得以实现。严守人们保护人们远离各种道德滑坡和极端思想。正如安拉所说，他们信道，他们的心境因依安拉而安静。 真的，一起洗净，因基于安拉而安静。
新娘阿拉郎世人内心安宁令世社会安定得以实现，建立在工作生产基础上的经济。我们应该将各样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因此我们的宗教敦促人们努力工作，将各样工作做得尽善尽美，以鼓励人们生产和努力。正如安拉所说，你说你们工作吧，安拉及其使者和信使们都要看见你们的工作，又说你当以善待人，像安拉也善待你一样，你不要在地方上摆弄是非。安拉确实不爱摆弄是非者。穆圣说，安拉的确喜爱精通工作者，如是经济是社会安定得以实现。三，建立社会团结互助的价值观。我们的宗教非常重视社会团结互助，因此伊斯兰教规定了天课，鼓励为儒道实施，严谨因此和小气。正如安拉所说，为儒道而实施财产的人，譬如一个农夫播下一粒谷种，发出七穗，每穗结100颗谷粒，安拉加倍的报酬他所抑郁的人。安拉是广大的，是全知的。又说，你们所施舍的任何养物都是有利于你们自己的，你们只可为求安拉的喜悦而施舍。你们所施舍的任何没有，你们都将享受完全的报酬，你们不受亏枉。穆圣说，谁替一个牧民解除了今世的一件烦恼，安拉定为他在复生日解决一件烦恼。谁给了贫苦人方便，安拉定在前世和后世给他方便。谁庇护了一个穆斯林，安拉定在前世后世庇护他。只要一个仆人在帮助他的兄弟，安拉就在帮助他。又说，谁有多余的盛气酒，就让给没有盛气的人；谁有多余的干粮，就让给没有干粮的人。他不断的撮出各种财物，都是要求有的，允让给没有的。甚至我们认为，我们任何一人都无权拥有多余的财物。社区安全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就是学历人人便当和共生的原则，所有人像数字吃一样一律便当。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没有区别，除非凭着因为人如穆圣所说，众人啊，你们的养猪是独一的，你们的父亲是独一的，除了因为安拉的种子以外，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相等。黑肤色的人与红肤色的人相等。我说了以上这些，去完了饶恕我和你们，
一切赞颂双国安拉各位穆斯林毫无疑问实现环境安全社区安全最重要的日主日益。我们的宗教非常重视保护环境，免受伤害。正如安拉所说，他用地上的土创造你们，并使你们在大地上居住。牧师说， 只要一个穆斯林栽了一棵果树，那么任何动物或飞鸟所切掉的都是它的食食。热到复生日，比如说信仰70多或60多个分日，最高贵的是念万物非主为有安拉最低的是 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还需要实行的一个方式。在当今时代，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地实现社会安全，所有国家机构应该竭尽全力地保护社会安全，因此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到安全。 主啊，求你赦免涉埃及和所有穆斯林国家享受安全和安宁。